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再一次代表湾区华人圣教会欢迎大家来到呢笪地方嚟聚会。喺我哋准备我哋嘅心去听牧师嘅信息嘅时候，我哋想用几首嘅诗歌。喺个感恩节嘅期间，都愿意呢啲诗歌成为我哋嘅回响，提醒我哋神对我哋几咁好。我哋每天每刻都要献上。神，你圣洁，当得尊贵，内心欢呼拍掌。今我全属你，我的主。神，你带领恩典经过，内心感恩喝彩。今献上为你属血主，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是神，你是恩典，你手上显令我满有信心。尽一生交于主你手中，神你圣洁，神你圣洁，当得尊贵，内心欢呼拍掌。今我全属你，我的主。神你带领恩典经过，内心欢欣拍在，今献上为你属的主。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是神，你是恩典，你手上显令我满有信心。神交于主你手中，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是神，你是恩典，你手上显令我满有信心。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是神，愿主愿尽一生交于主你手中，愿尽一生交于主你手中。慈悲嘅天父，我哋衷心嘅感谢主你，感谢主你为我哋预备咗一笪咁好嘅地方，感谢主你预备一个美丽嘅清晨，叫我哋一同弟兄姊妹能够再一次翻到嚟神你嘅家，喺地上面为我哋预备嘅殿当中嚟敬拜赞美主你。天父，容让我哋喺呢一刻，我哋都系再一次仰望主耶稣基督，你为我哋所成就嘅一切，尤其是喺呢个感恩节嘅season里面。天父，叫我哋唔好就系因为感恩节，我哋先系纪念神你对我哋嘅伟大嘅爱，而系叫我哋每时每刻都能够愿意将我哋嘅生命全然交喺主你手中，被主你嘅陶造。主你都求主你看顾，如果路途上面有嚟紧弟兄姊妹，你系同我哋一齐喺呢笪地方同聚嘅敬拜，或者喺网上面有弟兄姊妹系同我哋一齐喺网上面敬拜嘅，主啊，你嘅灵都与我哋同在，叫我哋同感一灵去敬拜赞美主你。天父，将我哋一切忧虑疑惑全然嘅放下，喺刻再一次仰望主耶稣基督，你为我哋所成就嘅一切。祷告同意下，时间全然交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赦免者祈求。喺呢一刻，我想邀请你哋，若果你能够起身同我哋唱呢首诗歌，
耶稣，舍身十架，主你为我牺牲，诚然担起我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耶稣，舍身为我的过犯受鞭伤，流出宝血救恩涌流，让我罪得赦免。你被世人离弃凌辱，至死不退缩，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赎。我主牺牲的爱，你为我的过犯立下荣耀尊贵，降下舍身拯救，十架牺牲的爱，从罪已得洁净。你是奴仆君王，权柄尊贵属你。身十架，主你为我牺牲，诚然担起我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耶稣，舍身为我的过犯受鞭伤，流出宝血救恩涌流，让我罪得赦免。你被世人离弃凌辱，至死不退缩，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赎。我最牺牲的爱，你为我的过犯立下荣耀尊贵，降下舍身拯救，十架牺牲的爱，重罪已得洁净。你是奴仆君王，权柄尊贵属你。我最牺牲的爱，你为我的过犯立下荣耀尊贵，降下舍身拯救，十架牺牲的爱，重罪已得洁净。你是奴仆君王，权柄尊贵属你。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好感谢主俾我哋有一齐敬拜嘅时刻，让我哋喺讲道之先，我哋一同嘅去真系同诚心祷告，我哋低头祷告。亲爱巴父，我都感谢你，感谢你主日清晨召聚弟兄姊妹嚟到一同嘅敬拜你，我哋敬拜你唔系为咗乜嘢，乃系为咗去朝见你，系同你一个约会，愿我哋都能够。全心全意在当中，真是与你相亲。藉着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真是感动我们每一个，无论讲的、听的，都是同感一灵，被你的话语改变，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人。我们祈祷交托，奉赖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最近就看了一篇文章，他就讲到基督徒是怎样定义的呢？其实他说过去在美国里面，如果你不是犹太人、印度教徒或者佛教徒，你一定是基督徒，无论你是天主教、路德宗、浸信会都好。但是现在好像基督徒这个名字好像有一些特定的意思，其实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因为表明一个人是很认真地思考信仰，就揭示了其实这个问题长以来都是很困惑人的。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
答案就真係其實唔係咁簡單啊！一切取決於你點樣定義呢個詞。你知啦，呢個詞嘅意思之前咧，你唔知道之前咧，你冇法真正分辨咩係基督徒，乜嘢唔係。更令人混淆嘅係咧，從2000年到2021年啊，呢段時間啊，20年到咧，個民意調查咧顯示啊，美國人喺信仰美國人信有神咧，由92% 跌到75%。由自稱是基督徒的由83% 去到65%。如果你去美國任何一個主要的城市啊，問啊你是基督徒嗎？你會得到咩答案呢？佢講到咧就話我梗係基督徒啦，我喺美國出世。有啲就話我喺基督徒家庭長大嘅，我係受洗嘅天主教徒，我係衛理公會嘅信徒。我翻浸信會嘅我每日讀經嘅，我曾經舉手決過字嘅喎，祈過禱，仲簽咗個註卡添。聽完啲文章之後咧，覺得咧原來一個基督徒就任何自稱係基督徒嘅人嚟嘅。呢基本上就係民意調查當中得到點解而家有65% 係自己係基督徒，因為如果我係基督徒，我就係基督徒。呢個一個非常美式嘅答案。咁我想起咧，好似一個嘅卡通人物啦 ，Humpty Dumpty， 唔知睇咩一個雞蛋嘅矮肥嘅卡通嘅人物。佢話咧，當我使用一個術語嘅時候咧，佢意思就係我選擇佢嘅意思，唔多又唔少。喺思考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意識到有幾個層面咧，我哋需要俾自己答案嘅。首先咧。人可以用任何自己喜歡的方式去識別自己，對我來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如果你說你自己是印度教徒，那我不會說你不是。如果你說你是穆斯林，我都會同樣接受。如果你稱自己是基督徒的，我絕對不會反對跟你爭論。其次，接受不意味著同意。我可以用很多的，我可以跟很多的跟我神學信仰不同的人成為朋友。我亦可以跟那些呢，我認為咧，佢講嘢咧好荒謬嘅人交談，接受並不代表我同意佢。第三，因為我試圖將我嘅信仰建立喺呢個聖經上高啦，我想睇下聖經點講基督徒係乜嘢咧？聖經原來咧只有三處講到提到基督徒呢個詞嘅啫。第一段就係喺《使徒行傳》11:26，佢話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柯起手。第二段就係、是。使徒行傳嘅26:28，講到呢個亞基帕王問保羅：你想小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最後一段咧就係彼得前書嘅4:16，佢講到：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給榮耀歸給神。呢個俾我有啲嘅睇到一啲嘢啦。原來基督徒呢個名字咧，唔係我哋自己發明嘅喎，係人哋俾我哋嘅名字。这个名字呢，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名字，我们是门徒、信徒、弟兄、姊妹、圣徒、选民等等。这个词其实有些负面的意思，就是说属于基督一党的人，有时候被人藐视或者嘲笑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随着时间转移，这个字贬词好像变得更加积极。但偶爾我都聽到人哋會講嘅呢個詞嘅喎，佢就話：你哋基督徒啊，只有認為你自己先可以上天堂嘅啫，咁樣。咁新約中咧呢個詞啊，我哋睇到咧都有受苦同埋羞辱嘅感覺。咁我又再試下喺呢個字典裏邊揾下基督徒嘅咩意思啦，揾到兩個幾好嘅定義。第一個咧就係一個自稱相信耶穌基督或者遵從基於耶穌生平和教義嘅宗教嘅人。第二個咧就係。按照耶穌的教導生活的人，这个实际上给我们 很多的提醒。因为他说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你相信的是什么？你关注的是什么？你怎样生活？简单地说，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你不是生来就是一个基督徒，又不因为你的家族传统而成为基督徒。因為基督徒不好像成為一個某國的公民一樣，或者出身一個基督徒家庭都不會使你成為基督徒。咁講咁耐，究竟基督徒係乜嘢咧？有冇更圓滿嘅答案咧？
我想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会帮助我们去很大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帖撒尼加罗尼加传书是新约之中最古老的书信之一，学者定它为写于公元50-51年，就意味着呢，这个是一个的耶稣死后不够20年的写成的，因此是我们最拥有一开始拥有基督教一些最早的一些实货。事实上是我们一个最早的一个宣教的文件。保罗呢短暂在这个地方停留了呢，就产生了 一小群的会众，主要的呢是那些归依的希列人，一些信主的犹太人，还有城里面一些妇女，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4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他们已经从偶像敬拜转向神，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因此呢，他们提供了很多呢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的一些的很现场的实况给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他们的转变同埋是咁彻底同明显，以致咧对呢啲以前是敬拜偶像变为基督的追随者咧，产生了很巨大的影响。他们成了咧城里的话题，以致有人讲啊，保罗同埋西拉去颠覆了呢个世界啊。记载喺《使徒行传》17章6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的经文就喺《帖撒罗尼加前书》嘅1章5-10节。我俾段经文嗰个嘅题目就是颠覆世界的基督群体。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去诵读，首先诵读这段经文，让我们更加去了解里面的情况。我让我一同去诵读第5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是藉着言语，也是藉着能力，藉着圣灵和坚定的信念。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了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你们效法了我们，又效法了主，在大患难中怀着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这样你们就成为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的人的榜样。是的，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出去，不仅响遍马其顿和亚该亚，你们对神的信心更是已经传遍各处，所以用不着我们说什么了，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也在述说我们的事，说我们怎样进到你们那里，说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从天上降临的儿子，就是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他拯救我们脱离将要来临的愤怒。这里其实呢，在帖撒罗尼加将1章2-10节这个结构里面呢分为4段的，2-5节、6-7节、8-9-10节。第一段呢2-5节是感恩的主要的内容，提到感恩的方式和原因。跟着那3段都是解释，保罗详细去解释感恩的原因。而在1章5节那里呢，他开头讲到保罗在第一次来到帖撒罗尼加的一个的訪問當中，宣教訪問當中，就第六節就講到帖撒羅尼加人的回應。其實保羅都在這段當中不止這樣試過一次，1章9節都是這樣講，就是講到自己的一個到訪，然後講到帖撒羅尼加的回應，在1章9節下至10。事實保羅寫這封信的時候，這個帖撒羅尼加教會只是成立不夠半年，他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成為一個顛覆世界的一個基督徒體，實在很難以令人置信。但從保羅的感恩當中，他確信這個是聖靈的工作，而言帖撒羅尼加教會的信徒必有其可取之處，平時確定不單止是某些信徒的一些功勞，更是整個群體的一個努力。首先，他们在生命当中呢，因着圣灵的同在呢，产生这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以致他们的日常生活呢，跟这个不信的异教徒呢，有很大的分别。因此呢，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们一个冒犯生活的群体，并且呢，这个群体不只是是有冒犯生活，更是信服主的带领，并且呢，这样呢，他就能够完成主升天前给他们一个大使命了。所以第二點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佢哋一個全福音嘅群體。
傳福音究竟是傳什麼福音呢？信仰內涵是我們活出信仰的核心。因為如果人清楚自己信什麼的時候，他根本就是以自我為中心，沒有真正的信仰。所以第三點就是必須是一個真正歸信的群體，讓我們透過這段經文加深我們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以追求成為一個顛覆世界的一個基督群體。一個無犯失的群體，生命改變是源自聖靈的重生，進而我們過一個合神心意的生活。當時的信徒沒有新約的聖經，他們怎樣去作出改變呢？對今天信徒而言，我們有更多的屬靈的資源可以幫助我們，有教會很有規模的，我們都不見得比他們做得更好，這個是值得我們去檢討和反省的。整個群體的改變更加不可思議。我們從第一章五節我們知道，帖城的信徒的生命改變是因著福音傳到他們當中。究竟保羅和他同工做了什麼呢？他們又怎樣回應這個才能夠活出這個無化生活的群體呢？第一，他們有屬靈的導師。帖撒羅尼加前書未必是保羅寫的教會的第一封信，因為更有可能的是加拉太書，但是對於針對信徒的生活的倫理，最早的書就肯定是了。當時沒有一個系統或教條去幫助信徒怎樣去靈修啊、屬靈的上進啊、怎樣活出信仰的，因此帖城的幾這些信徒幾個星期的教導對他們根本是不足夠的，連主耶穌訓練門徒都要三年，是吧？當然五旬節之後聖靈的同在是一個關鍵的因素，保羅和他同工的生命見證都不可抹殺的。我們這裡看到，我們指出他們經文裡面，我們在你們中間為你們的緣故是怎樣的人為人，同時加上了正如你們知道的這個短句，表達了他們不是自己去自吹自擂，這個是該信的第一次用到的。你們知道是藉著呼籲這個帖撒羅尼加的信徒去回想，以確保保羅所信所講的內容是準確的。其實在短短的幾章度講了八次咁多，二章、三章、四章、五章都有呢種反覆嘅訴諸讀者咧。第一手知識咧，係使徒所採用一種有效嘅說服嘅策略，因為大多數人都傾向相信自己嘅經驗，就好似保羅對帖撒尼加讀者咁講啊：你唔好聽你啲同胞講我哋同你喺一齊嘅時候係點樣，你要聽下自己，你喺當中嘅，你哋親身經歷我哋喺點樣，係一個點樣嘅為人。但是無論保羅幾點樣熱衷於係為自己辯護，他最終的目的咧都係唔係關心他自己，乃係佢嘅讀者。他話正是為了你們的緣故啊，嚇佢嘅表現啊，所以保羅表現是無可指責的，他最關心係嘅讀者嗰啲嘅屬靈嘅福祉，而確保他自己的行為咧係符合他自己所宣講的。所以咧，信徒的品行啊，比佢嘅知識或者才能更加重要。尤其是那些侍奉的，我們有沒有成為被侍奉者的榜樣呢？並且每一個屬靈的長輩都可以成為其他人的導師，這個是對我們的屬靈的成長很有幫助。期盼每一個信徒都能夠找到一個屬靈的導師幫助。第二，他們竟然能夠成為基督的效法者。我們知道有了導師都不一定成長的，是吧？究竟我們有沒有跟隨這個屬靈導師的那些榜樣呢？或者我們肯不肯付代價呢？保羅在這裡為帖撒羅尼加城的信徒感恩的原因，就是他們成為了我們和基督的效法者，講到以致他們的屬靈成長我們看得到的。保羅在這裡不是籠統地講到你們怎樣怎樣，他講到他們在大患難中懷著聖靈所賜的喜樂領受真道。這裡保羅用帖撒羅尼加人的行為和他自己和主之間進行一個類比對比，似乎好像不正確，因為使徒和基督在生活當中經歷很多逼迫，但是他們並沒有在領受真道的時候特定的情況之下是受苦受難的。因此其實保羅的意思可能是這樣說的，他在帖撒羅尼加最初傳道的時候所忍受的反對，即是信了主之後受到反對，
二章二节都讲到，我们在激烈的反对下，仍然靠着我们的神放胆向你们述说神的福音。帖撒罗尼迦人就是在领受真道之后，经历了这种的反对，以致他们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保罗他们的榜样和主的榜样。虽然帖撒罗尼迦信徒忍受苦难的性质我没有详细讲明，可能都不涉及这个伤亡或殉道，但是更可能是严重一些的社会的排斥和骚扰。这种反对涉及譬如你跟不信的家人的那种说朋友的疏远这些的困难，你怎样维持以往的经济和社会的地位的机会都慢慢减少，或者限制进入某些城市的一些的或者政治的机构里面，以及他们可能受到滋扰或者公众的侮辱等等。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不单止能够忍受这些苦难，而且能够靠着圣灵所赐的喜乐。这个喜乐和患难呢，听起来好像等在一起好像很奇怪，不仅是对于非基督徒而言，对于那些有成功神学的信徒来说，觉得信了耶稣一定好的，他都觉得很奇怪。但是这个组合其实不单止保罗说过，新约其他读者都说过，最少说过十次在不同的书信里面。保罗称赞这个基督徒喜乐，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信徒呢是靠着圣灵呢就能够有超越眼前的，即是看到事物眼前的事物，因为知道呢圣灵最后会帮助他们拯救他们，他们甘愿受苦。他们不是对现身的处境觉得阿 Q 精神或者视而不见，因为圣灵帮助他们去看到他们有永恒的盼望，好像第十节讲到那样。所以这些逼迫呢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能够在这个困境困难当中仍然能够继续的成长。第三，他成为所有信徒的榜样。接下来那信徒对保罗的效法呢产生了积极的果效，即使是受到这么多的苦难，他们仍然有喜乐生活，更加成为其他信徒的美好的榜样。这里讲到，这样你们就成了马其顿和阿该亚所有信的人的榜样。这个榜样这个词就讲到，其实就是呢当时用作呢是制造一些物件一个形状的模来的，即是倒模的，或者黏土制作当中呢做一个木制的图章这样的意思。这个形象来讲，这个词可以形容呢他们的帖撒罗尼迦人的道德行为的模式是怎样。这个比喻呢就指帖撒罗尼迦人信徒呢不仅是其他人可以模仿的榜样，而确实是一个模来的，倒了帽子嘛，其他的信徒的生活呢从这个帽子里面呢被铸造出来。所以帖撒罗尼迦人虽然饱受痛苦，他们喜好乐地接受福音，对其他的信徒呢产生了一个塑造性的一个影响，因为现在效法者已经变成被效法者，这个是极度的赞扬。保罗从未在其他的圣经里面赞扬过其他的教会的信徒，所以这个是真的很特别一个称赞。他们说他们包括马其顿和阿该亚所有的信徒，马其顿的教会都不少，我们看到马其顿有腓立比教会、比利亚教会，甚至有可能在暗菲波利或者阿波罗尼亚都有教会的，记住《使徒行传》十七章一节。阿该亚呢有雅典、哥林多，我们所熟悉的还有可能是坚格里或者其他地方的教会。所以这么多为数教会当中，我们不相信只有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受迫害，而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表现是与众不同。总之信徒的需要属灵心灵需要心灵的转变，才能成为一个模范生活的群体。而归信基督就是指耶稣所说的，我们要意味着我们要舍己，每天的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叫做路加福音九章的二十三节。而然要心改变必须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就为信徒向主感恩。第二就是全福音的群体，作为一个群体成员拥有某些的权利义务，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信仰的群体呢，
圣愿就不单单是只顾自身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信服基督，必须以神国的利益为出发。因此我们必须要完成主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言语积极去传福音。先前也提到的帖城的信徒是效法了保罗和主嘛，这样用言语来传福音当然是确定的，因为保罗和主都很积极地传福音的。这个主这个道，主的道这个短语呢，其实在保罗书信只出现过两次，在帖前和帖后一次。通常讲是通常用使徒用的是神的道或者神的话。而神的道这个字呢，其实在旧约很普遍，出现了超过250次。这里保罗呢与旧约的用法一致的，是强调这个道呢是源自于主的。而呢保罗这个这样用法呢就有点不同了，因为这个主呢就不是讲神了，是 主耶稣基督。这里讲来自主耶稣基督的道或者这个福音呢，这个信息呢从帖撒罗尼迦那里呢就传出去。点为之传出去呢？传出这个传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只是出现一次，保罗用就是只是保罗用过的。这个字呢只一个描绘一个广泛的声音啊，好像喇叭这样的声音，或者呢仿佛好像一嚿石仔呢跌咗落去池塘里面，它激起的阵阵的涟漪不断的扩散。其实这个字的主要重点不是声音的那个特性，而是关于它的扩展性啊，它是在四方八面这样去回响的声音，声音持续的，因为它用了这个完成的事态去强调。因此呢保罗讲到这种传福音呢，好像啊帖撒罗尼迦那里的信徒呢，那里呢好像一个的传声筒咁样啊，传到去山谷里面，传到去周围的地方里面啊。究竟其实帖撒罗尼迦人怎样去传福音呢？这里没有很仔细讲明，可能好像保罗咁样，亦可有可能有人认为呢，可能他们是因为信了主之后他们极其喜乐，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兴奋地讲出自己一些的改变，以致将这个福音去传开。这些都是一些猜测。如果提到主的道，很表明这种是以某种方式的一种的口传的福音。保罗更加更夸张地说，他们说得很有理，因为他所以他是用不着我们说什么，即保罗都不需要解释，直接说他们是真的这样的。所以呢就很令人注目。第二，他们是用除了言语中是用非言语的传福音。这个第八节的上半部呢说到他们用口头方式完成福音的传福音啦。但是后面他讲到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用非言语的方式作一些的外展的活动。讲到你们对神的信心更是已经传遍各处。正如使徒雅各所讲的，雅各书讲到，他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这样帖撒罗尼迦人对神的信心呢似乎已经在群体的模范生活当中呢展现出来了。人家看到他的生活这么不同的时候，哇，这些人和当时的人的社会道德其实有很大的分别。好像初期耶路撒冷 的教会一样，他是得到众民的喜爱。帖撒罗尼迦人呢以言语和非言语 的方式的传福音的活动呢，他说不仅发生在马其顿和亚该亚，而且就发生在每个地方。哇，是啊，即是通常已经成为马其顿亚该亚的榜样。刚才讲到已经很犀利啦，这么大的地区。现在就讲到他们传遍了整个即是希腊以外的地方，每个地方。这个肯定是一个夸张的手法。讲到他们即是帖撒罗尼迦人的工作几咁嘅积极。咁樣幾點樣去傳福音，即使遇到咁多嘅反對，你話有冇可能呢？其實我哋當我睇到帖撒羅尼迦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其實係世界上咧當時咧個主要嘅城市當中啊，佢有陸路同埋海上嘅交通都好方便嘅，所以咧呢啲初期教會嘅信息咧，好快咁傳到去其他地方，其實都亦唔係出奇。當然啊，冒犯嘅生活同埋積極嘅傳福音咧，都係好嘅。但是傳福音的內容是最基要，因為一個異教徒都可以有活出這些的表現。問題在於他所傳的是否能夠是否神從神而來的真理呢？
是不是真的福音呢？是不是真的使人与神和好呢？是不是使人得永生呢？因为所传的不是基督，只是世上的哲理的时候，最终都是不能够救人的。所以什么就是真正归信基督的群体呢？第三点就是真正归信的群体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现今教会可能都受到这个即食文化的影响，传福音都过分追求效率，可能为了吸引非信徒，我们很可能减少了讲解福音的内容，以致很多决志者都大多到不明白福音的全部，以致决志了之后就以为就可以上天堂，就不需要只是 继续与神建立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不少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世界观和道德观道德标准和圣经标准是相差很远的。根据2021年一个民意调查发现，他说只有 9% 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持有与圣经一致的世界观，占美国总人口的 6%， 若收集到讲那些有回教会的信徒来讲，亦只有 17%。可以咁講啦，即係平均每個教會咧，可能只有不到兩成嘅信徒活出聖經嘅真理。可見今日呢個以基督教立各個國家嘅真正基督徒實在好少，難怪國家正在不斷嘅嚟遠離神。咁原因就係太多信徒唔清楚自己所信嘅乜嘢，乜嘢係真正嘅福音咧？要讲到传教者的可信和可靠性，首先你必须清楚什么人将福音传给你。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冒牌货，连宗教都是很多冒牌的，不少异端邪说都称自己是基督教，我们是不是照单全收呢？保罗再次将焦点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活动当中转到他自己的宣教的工作里面，重新他们的事工不是闪闪烁烁的进行的，而是周边很多人亲眼见到的，不是自己自吹自擂吹捧自己。因为他讲到马其顿人和亚哥人在述说我们的事，并且涉及保罗和他同工的一些行为，说我们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什么叫进到呢？其实这个词就是保罗书信中只出现过两次，跟着二章一节有出现过，是一个简单表述进入的声明，即係訪問嘅性質咧，即係講其實講到佢有效性，或者訪問嘅一個誠意，又唔係好誇張嘅意思。其實咧點解咁講咧？因為咧當時咧當代嗰啲好多嘅旅行嘅演說家同埋哲學家咧，當佢進入某一個城市之前咧，佢哋經常懷住一啲嘅自私嘅動機作出極奢侈嘅呢個狀況啊，好如臨大敵咁吸引人，以至咧可以得到當地居民嘅讚美同埋金錢嘅。馬其頓和亞該亞地方的人都認識到保羅在宣教旅程當中沒有之前這種這麼誇張的不誠實的做法，他們通過這個方式，保羅不僅是為了自己辯護，就是提醒他們這班信徒歸信的人是所信 的人是可信的，來加強他們和這些讀者的這個關係。我們知道異端和這裡保罗的传教肯定跟那些异端和神棍不同，因为异端通常是怎样？是静静鸡进到你当中的，他通常都扮着好像一般的信徒一样，来到之后慢慢跟其他信徒建立关系，慢慢当他有一道关系之后，他就告诉他，你所信的不对，只有我信的那些才对，最后就将你的信徒叫他带来教会跟着他们。那些异端最终目的是怎样？将你带来教会，然后他们自己的团体当中，他们将荣耀归给自己。而另一种的神棍就是怎样？是想得金钱而已，他所讲那么多东西，所以为了钱而已。他看到现今都很多的什么，有些报道家是这样的，哇，生活很奢华，他说，因为怎样？他说，我当然值得这么奢华，因为我侍奉神，神给我这么多金钱，所以我这些是我应得的。咁我哋最終睇到咧，好多都係咧，發現佢哋嘅道德好有問題，最後都唔能夠真係善終嘅，係咯。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呢個傳教者嘅誠信好緊要啊！佢哋呢啲其他人咧，只係被撒旦利用去攻擊神嘅國度。
所以信徒一定要清楚传教俾啲人嘅侍奉，嗰啲人嘅动机系乜嘢，佢哋嘅品格系点样，唔可以轻信一啲来历不明嗰啲嘅传教士。第二，讲到离弃偶像归向神，唔止民间，我哋信徒都受到好多民间信仰嘅影响啊，以为咧敬拜神越多咧就越好啊，多过神保护啊嘛，系嘛？其实呢啲都系偶像，几多都系冇用嘅，全部冇能力嘅。佢哋背后只系得一个撒旦，所以我听过咧有啲教咧而家好流行，尤其是喺台湾当中咧一贯道或者呢啲五道合一。又將佛教、儒家思想、伊斯蘭教、基督教同埋道教都係一齊合埋一個宗教。啲信徒咧講到咧，即係我哋講最緊要講到咧，信徒咧若歸向神咧，就要必須要離棄偶像啊。所以我哋唔好以停留喺舊嗰度啲偶像當中。而然咧喺當時呢個異教同埋社會活動密切相關嘅社會當中咧，離棄偶像啊，轉向神啊。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呢些敬拜異教神奇的這些是通常跟這些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的，你不敬拜他們，你就不參加到他們這些社會的社交活動，所以他會受到很多的激起很多的非基督徒的家人朋友一些抱怨和憤恨，他覺得你基督徒為何這麼排他性的，這麼不包容的，他們這麼傲慢的拒絕參加任何的神的崇拜，又說他們這樣做其實是深深地傷害了公眾的感情的，哇，甚至被認為是一個叛教者。帖撒羅尼迦的市民更加擔心是什麼呢？他們所拜的神他們認為是在奧林匹斯的山上高，距離帖撒羅尼迦城50英里以外而已，他們看都看到的，他們會不會這些少數的人咁樣涉俗嘅行為，令到嗰啲神去懲罰佢哋咧，啊，帶嚟疾病、饑荒或者咁多災害咧，所以咧，佢哋受到好多壓迫，更加啊，呢個嘅遠離偶像，意味住佢拒絕呢個帝國嘅崇拜啊，因為羅馬政府係帝國嘅敬拜，咁樣更加可能影響咗帖撒羅尼迦城喺羅馬同埋皇帝心中嘅寵愛地位。可能給你那些資源這樣，所以呢帖撒羅尼迦的信徒歸依呢的生活呢這麼徹底的改變呢，真是呢令到他的同胞呢實在是很受到很大的憤怒的。所以今天我們這裡可能沒那麼緊要，但是我們看到呢在回教國家歸信的基督徒呢一樣同樣受到這些逼迫，信徒不要妥協，不離棄偶像，因為敬拜偶像就會失去了在基督裡永恆的福氣。這裡講到服侍，第三就是服侍又真又活的神，這個徹底決裂轉變涉及的改變不是為了改變而改變，是有兩個特定目的，這個第一個目的就是要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歸信第一個目標就是信徒要侍奉神，因為當時這個侍奉其實不單單是服務，是有作奴仆式的服務，對古希臘和現在的現代人來說，作奴仆這個詞就最不合適了。為什麼保羅會這樣用呢？因為這個字在舊約的72譯本的希臘文翻譯當中是用這個字，表示這個侍奉是對神的完全的委身，一個常用的術語，所以保羅用了舊約的表達方式，但是對於當時的人實在很不接受，但是就表示了信徒是要全然委身于神。接下来的信徒呢转向偶像归向神这个行动呢以很具体的方式表达，不是得把口讲，是要侍奉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我们后面都讲到他们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个讲到帖撒罗尼迦人的委身去服侍那个什么神呢？这个讲到活着又是真实的神，又活又真的神。保罗好少用呢两个名称嚟形容神嘅，形容呢个活着嘅都有三两次，但系用真神咧只系出现一次。其实亦系有旧约嘅背景嘅，同呢个服侍呢个字一样，因为咧旧约咧活着真神咧呢个系旧约系用得好多嘅，所以喺呢度咧，所以保罗用呢个方式咧表达咧，佢啲教信仰
和帖撒羅尼所傳的偶像之間一個對比。他們所以他們的偶像所拜他們拜的偶像其實就是一些死的假的神來的，是他們由當地、啊、或者羅馬、那裡傳來，或者甚至從遠處從埃及那裡傳來的。他們聲稱自己 的影響力、啊、能力、啊、都是虛假的，但是現在他們服侍那個呢是一個獨一的活著的真實的神。所以呢、這個信徒參與侍奉呢不是一 個選項，亦是我們回應對神愛的一種的表態。就第四點，我們是一個整全的福音的。這個第二個特定的目標轉變就是他對未來有擁有這個盼望。他說永等候他那從天上降臨的兒子。這個第一次講到、明確就提到基督會第二次來臨，亦是呈封信的一個主要主題之一。這個動詞等待呢用現在時態呢都是講到這個的、等待是一個持續 的性質，即不是等下就算了，是要持續的要等待的，一直要等到基督再來、這裡很特別、讓歸來的人呢描述為是神的兒子，是吧？這裡兒子這個字就很奇怪了、其實呢就特登保羅是這樣用呢是表達這個歸來的人呢基督呢是跟神是有密切的關係。這裡繼續呢用到兩個額外的描述，講到呢這個人是怎樣呢，神使他從死裡復活，第二呢就是耶穌拯救我們脫離將要來臨的憤怒。這裡第一個關於基督的復活呢這個活動呢我們講到呢不是歸咎於基督是怎樣有能力，而是歸咎於神怎樣使他、真的、復活的、而呢這個復活呢就公開宣布呢就是他是神的兒子，代表呢神開始了這個新的創造、即是他最初已經開始了這個救贖世人的工作呢會繼續持續得到保證。死裡復活向我們證明了呢基督必定會再來的，他不是死了的。第二這個耶穌就是那個拯救我們脫離將要來臨的憤怒，耶穌的字就正正代表了一個救主的意思，他讓我們從自己的罪孽的詛咒和偶像捆綁當中解救出來，他再來的時候將會完成他的救贖的最後的步驟，他會從神所傾倒的憤怒當中拯救我們。神的憤怒不是一種毫無人性的因果的過程，也不是一種血氣任意的或者報復式的情緒的爆發，而是一種的聖潔對罪不苟同的一種的義憤。此外我們認識神的公義必須、以神的公義來看神的憤怒。神確實是一個慈愛的神，但是他的公義的要求呢就是要懲罰那些對他聖潔和他至高無上的威嚴作出侮辱的人 要受罪。神的憤怒代表呢對人類罪惡、要必要執行一個的公正的回應。有一天他審判都要來到，耶穌雖然是救贖主，但亦是一個可怖的審判者。今天許多人提出這個普救論，認為呢慈愛神不會懲罰的不信者，這個是完全違反聖經的教導。雖然對於那些生活在最終人來說這種憤怒是當成現實，但是他們好像未得到一些的報應，但是我們知道呢最終一天呢這些都會實現。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無論我們怎樣的殷勤的作工，我們所成就的事畢竟有限，充其量我們可以最多只能改進這個社會，卻無法令到這個社會完美。我們無法在世界這個地上建立這個烏托邦的社會，正因這樣呢我們需要等候基督的再來。只有基督來的時候，這個神的公義和公平才得到最後的彰顯。換言之，我們必須等待基督再來，但是卻不叫我們游手好閒、若無其事。我們必須要講到，我們必須一邊工作，一邊等候，一邊侍奉神，因為我們被呼召是要服侍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因此呢，工作和等候是一體的兩面，結合這兩樣，我們才不會覺得我們自己高高在上，認為我們什麼都可以做到。相反的，
让亦唔让我哋觉得去悲观，因为我哋什乜嘢都做唔到。呢一节总结了福音嘅内容。保罗同时啦，讲到耶稣神嘅儿子拯救我哋救主，同埋圣经所言嘅基督集一身，其实咧都系讲到咧，耶稣基督神嘅儿子同救赎主呢四个咧，其实就系佢嘅用佢嘅希腊字母咧，就砌成咗一个嘅字 fish。这个字就是希腊文的鱼的意思，就是讲到就是当时希即是信徒用这个秘密的身份，以致他们不知道被人真的不要被人发现，因为基督徒受很多逼迫。其实呢，这个我再总结一下，这个有三点，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神和等候基督。这三点有一个吻合，就是跟我们的基督的教的信望有关。我们归向神就是信神，我们服侍神就是爱的一种表现，而等候就是一个盼望，让以我们都是能够持守的真理。这个改变是一定是决定性的，叫我们能够得到自由，我们能够期盼救赎。最后呢，帖撒罗尼信徒，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帖撒罗尼的信徒一样，去时时反省自己的信仰，不断的在属灵上的追求，认识这位拯救我们、爱我们的三一真神。这个是最纯粹和最原始的基督教信仰，它是未添加了接着以来几个世纪的文化或者传统宗教的传统。这个 它就是这样入侵了当时改变了这个罗马的帝国的基督教信仰，它一开始的时候就颠覆了这个世界，好像野火一样蔓延，威胁了的当时的权力架构，挑战的现状，让这些异教徒和极端的宗教人士感到不安。好像我们有时用一些强力的清洁剂，这样它上面写着一个标志，就是不要立刻使用，先用水稀释，因为这个液体未稀释之前呢就太浓了。这段经文这样去听呢，我看到最早未稀释的一个基督教，难怪第一批的基督徒将这个世界颠倒过来。所以我们今天我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承接及传扬整全福音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第一章提示了一个最要紧的循环，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你们领受真道，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出去。神的心意是要每个教会成为一个发出福音旋律的传声筒，好像个卫星的平台一样，先接收了信息，然后将它传出去。并且这个信福音内容是一定是整全的，不能够删减或者简化，以致我们 很容易成为异端。每一个教会都会这样做的时候，相信神回来的会很快。第二是被福音转化的教会，我们已经注意到帖撒罗尼迦传出来的信息不只是神的道，也有他们归向神的个故事。这群新群体，他们每个人都听到一个勇敢离弃偶像的故事，在反抗的潮流当中，他们有喜乐，他们有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都很惊诧，纷纷地前来去证实他们所听到的信息，他们眼见到就为凭，相信他们所听的这种种。每一个教会可以无愧地去传福音，得到人的赞赏，除非这个教会被他所传的福音全然的改变。我们必须言行一致，光是接受福音然后传出去是不够的，我们的生活必须是一个福音化，我们让信心、爱心、喜乐、和平、公义和盼望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颠覆世界的群体。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将这个信息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一个榜样，再一次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叫我们能够活出信仰，成为一个颠覆这个世界的群体，让这个世界被改变，更多人去认识你。我们祈求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是回应你自己的呼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赖我主耶稣得圣灵之祈求，阿门。好，现在我请Jim 同一位 Randy come to the stag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My name is Ren. 係啊，好歡迎大家嚇，因為咧啊，依個介紹嗰個係啊叫 Randy。Yes, I'm with the Alameda County Foster Parent Association. 佢係啊誒阿米利亞即係阿米阿阿阿 Man 誒，即係佢係縣嘅一個嘅啊啊一個嘅啊一個嘅協會嚇。嗰個協會咧主要咧就係做一個啊。寄養啦，同埋即係收養一個嘅工作嘅。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be here and for already providing backpacks and things this past summer for our kids. 係好高興啊，因為咧佢係即係係負責一啲嘅即係啲依啲有患難中嘅小朋友佢嘅需要嘅，尤其係一啲嘅日常嘅需要嚇。Yes, we were started in 1970. Okay, 佢哋係1970年度係開始嘅呢度。Next one. We are a top-rated non-profit and are very transparent. Have done very well for the community. 係，佢係一個係好高榮譽一個嘅非牟利組織嘅。佢係第一個差唔多係依個嘅依個範疇裏邊係第一個。得到一個榮譽嘅，係叫所以咧，佢係叫 Chapter One 啊。We serve all of the foster children of Alameda County by giving them new clothes。係，佢係負責喺縣裏邊所有寄養嘅小細蚊仔，佢所有嘅衣服噶，同埋日常嘅需要嘅。Go ahead and play next one. Okay.Next one. This one? Okay. So we support our caregivers by giving them education and things they need to help the children in their home. 佢係即係依個組織咧，係即係支持有啲嘅即係有心嘅人士，係佢哋嘅日常嘅 training 啊，或者一啲嘅工作，咁咧就使到佢哋依個嘅佢嘅工作係比較減輕啲嘅。Okay, next one. We do a back to school event and a Christmas party. 係，佢有即係有其他嘅嘅活動啦，有啲係譬如課後嘅活動啦，同埋一啲嘅聖誕節嘅活動啦，嚇。Okay, next. Mm-hmm. And next. Mm-hmm. Go ahead, next. Our goals are to get for our kids new clothes.So that when they are placed into foster care, we are the first organization that is called to give them clothes since they come with nothing. 係，佢依啲嘅喺咁即係啲細蚊仔咧，好多時候咧，佢離開屋企係即係得係一件衫著或者咩嘢即係其他嘅嘢都冇嘅。咁所以咧，依個組織嘅協會咧係提供係佢哋嘅衣服啦，或者日常嘅需要嘅。Next. This one? Next, yeah. So today we are coming to you with a bag with a girl or boy and an age. In this bag, if you would like, you can place new clothes for a child and bring it back to the church. Hi, Randy, he has brought some of these bags. He will be able to分開有男仔啦、女仔啦，咁佢袋裏邊咧係即係希望大家如果有感動咧，有個即係佢哋可以將啲新嘅衫係擺喺個袋裏邊。How I became involved with this organization is I adopted 10 children, 5 boys and 5 girls. Randy 點樣開始咧？佢就係開始嗰時候咧，佢就係有好大嘅感動同埋有個心咧就係、是。去關顧依啲咁嘅小朋友，佢咧就係、是、一共係收養咗或者即係寄養即係係代養咗係五個嘅男孩子，係同埋五個嘅女孩子。Mia is our youngest child we adopted this year. She is 6 years old. 依個好活潑、好可愛嘅女孩子咧，叫 Mia。
佢係今年係即係收養咗佢，係佢係六歲嘅。How does it feel to be adopted, Mia? Great. 佢開心啊。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 received clothes from the clothing closet? Thankful. You were thankful? What was your favorite thing from the closet? Dresses. You loved the pretty dresses? Awesome. What color was that pretty dress? Pink. Good job. Mia 咧好中意嗰啲新衫啊，有啲衫系我谂佢以前都可能未有冇嘅，咁咧佢中意喺啲比较即系啲紫色啊，同埋佢喺佢嗰个衣柜里边咧，佢好中意着裙啊衫咁噶，大家都见到吓。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I want you to remember when you look at Mia, each child at any age comes to you. Young as a child, whether they're tall or small, they need to be loved and nurtured. And a way we can all do that is helping a little at a time. 即係好希望大家一齊，即係都可以係關注到依個嘅需要啊。咁如果係，其實你可能見到啲好後生，好即係好似好細個，但係其實佢都係好大個，佢哋都係要需要人哋關注嘅。Thank you very much. 好多謝大家嚇。Thank you, Jim. Thank you. 關於大家都知十一月啦，十一月係好多嘅好多嘅節目係咪啊？十一月最大一個嘅節日係咩啊？係感恩節係咪？咁大家可能已經預備緊，即係去買火雞啊，啊，即係好多嘅事，即係預備工作。但係原來十一月咧係。在美國來說呢，尤其今天呢，今天主日呢叫做 Stand Sunday， 即是站立的 Sunday， 是美國很多教會呢是看到在美國有很多的需要，尤其是一些破碎的家庭或者一些家庭裡面的小孩子呢有很大的需要。所以今天整個十一月呢，其實在美國來說呢是叫做都是叫做是孤兒的，即是一個孤兒的一個月份。希望大家都是紀念得到。今天呢是即特別是一個的，即提醒大家是為了有需要的一些的小朋友，他們特別是即是你剛才都看到，就是可能他離開家時就是得一件衣服，他們什麼都沒有的。我們教會是見到這個需要呢，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小寶貝的幼兒園，是不是？我們呢就即計劃是成立這個持續的基金，這個基金呢就是希望是可以是支持到一些是即等緊收養的一些的小朋友，他們呢可能沒有這樣的機會是受到一個幼兒的教育。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幼儿园呢，他们不肯收这些小朋友的，因为呢第一件事他是很短暂，因为可能一个月，可能两个月，可能三个月，可能一年。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们觉得他们来自的家庭呢是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即是我们即是这个幼儿园呢主要都 是负责，其实即是都不是赚钱，是都是想是将这个神的爱是给大家看，是分享到。所以教會是將十一月這個感恩節的奉獻呢是全數呢是放進去這個基金裡面，希望在將來呢我們和Foster City 是一起合作，當他們有這樣的需要的時候，那些小孩他們要是有適齡，是有想是讀這個幼兒園呢，是可以入到他們裡面去讀。就如果大家有感動呢，大家都可以在你的奉獻上面是即是支持啦。我們有個 PushPay 啦 ，PushPay 嗰度有一個嘅有一欄咧，係你可以去揀感恩節的奉獻。咁咧，我哋將十一月的奉獻咧，全去擺落去呢個基金裏邊，係將來有需要咧，我哋係會係支持佢哋嘅。咁如果有咩問題，有啲咩嘢補充咧？或者有啲咩其他嘅你想詳細嘅資料咧？佢Caroline 同Randy 咧，Caroline 係我哋教會同埋 Melissa 係兩個
是教會負責的。Randy 和他們會在外面有一張台，如果有什麼需要可以去詢問他們。我將時間交給牧師。我剛才咧有機會同阿 Wendy 講咗一陣，傾咗一陣間偈嚇。佢話佢有十個寄養嘅叫做孩童啦。其實咧，頭先阿 Maya 咧係六歲，佢咧佢其他嘅咧有唔同嘅年歲嘅，最大嗰個唔知23歲嚇。所以咧，你若果咧你係捐嗰啲衣服嘅話咧，都可以咧，唔使一定係俾細路仔噶。比 teenager， 尤其是我們的唐人，我們的 size 是適合他們的，所以大家考慮一下。好，那就沒有東西，是我想歡迎一下我們今天的第一次來我們的朋友先。有沒有我們今天第一次來我們的嘉賓，可不可以舉一舉手，你不用起身的，我們想認識一下你而已，在後面那裡，我們歡迎你。好，還有沒有其他的？我們知道我們的加州呢，有時是黃色，有時是橙色，所以我們仍然在教會裡面是要戴這個的口罩的。所以就希望大家都為這件事祈禱啦，讓我們能夠盡快可以過了這個疫情。咁咧就下個星期日晚7:30，我哋有個嘅祈禱會，咁咧就喺視像嗰度嘅。咁咧你就我遲一兩日咧，我就會寄嗰個 link 俾大家，大家就可以喺我哋一齊咧嚟到喺呢個嘅Zoom 嗰度咧，一齊有個祈禱嘅時間嚇。咁咧就提一提大家，呢個星期六咧就係6:30到8:00咧，我哋一個嘅叫做培養情緒健康的孩子，我們請到黃偉康博士做我們的講員，還有我們那天有這個 question and answer 的，即是你們可以給一些問題，他當場是答大家，就有些可能比較大家切身一些的問題，所以你的子女無論是幾多歲，okay， 很小或者到是 teenager 都適合來參加的。其實我已經收到有少少的問題㗎啦，例如咧，好似話我丈夫惡死嘅，我好温柔嘅，咁我哋咧成日就為湊細路仔咧，就好多時咧有拗叫㗎啦，點樣處理呢？咁最近咧，我又聽見有個話，我要個細路咧學拉 violin 啊，咁咧就一講拉 violin 咧，我就記得㗎啦，我自己個女嗰陣時候都學過嘅嚇。咁咧就話叫佢練琴咧，就好似倒牙根咁慘啊！咁咧跟住足之肯練啦，肯練嘅時候佢就好有天分，奏出一啲好淒厲嘅聲音啊！咁咧即係聽到我哋耳仔都抽筋啊！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啊！咁咧就我哋會當時係解答嘅。咁我哋可以上網嚟到註冊。咁咧但係可能有啲人你話我唔識上網嘅咁樣，一陣間咧我哋喺出邊有張台，咁咧就我哋嘅姊妹來自台灣，我來自台灣嘅 Lucia 咧，就會解答一啲問題，同埋咧可以同你攞咗個名，攞咗個名，我哋同你去註冊，咁樣咧就你就唔使自己上網都 OK 噶啦嚇。咁咧記住咧係嚟緊呢一個嘅禮拜六嘅。咁咧就其實咧我哋亦都有個主日學班，喺最近咧我哋就會開課噶啦。呢個主日學班咧就係喺第二同埋第星期日。星期日到咧，咁係講呢個嘅點樣正面管教嘅細路嘅，咁咧就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你可以聯絡呢個 Paul Lau 我哋嘅弟兄，咁咧就佢會講一啲詳細嘅資料俾你，咁可能咧我哋報告嘅時候好多嘅 information 你都唔可以即刻攞到嘅，咁但係因為咧我哋已經係擺咗喺 YouTube 噶啦，咁所以你去我哋嘅個announcement 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噶啦。
咁咧就話同時咧，我哋有少少嘅 video， 等我講一講俾你聽，究竟呢一個班係點樣嘅。我十歲，個仔就八歲。咁喺年幾前我就參加咗破嗰個正面管教啊珠學啦，喺裡面學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即係正面嘅個方式嚟到教小朋友。咁同時間我自己又認識到自己要改進嘅地方啦。咁例如教佢嘅時候要有 firm 同埋 kindness。不要空口講白話，要有行動和要互相尊重啦。在課室裡面我們有分享的時候，分享一些我們自己教小朋友所遇到的困難、或者是有成功的例子，可以互相來到彼此學習和鼓勵、我喜歡就是有弟兄姊妹的 support， 那個很重要對我來說、月二十一號，我哋有個嘅家庭託付禮。咁若果你有細路仔，你想參加嘅話，咁你就可以喺網上登記，或者咧去呢個 nursery 嗰度揾阿 Elizabeth 啊，咁咧就擺低個名。咁咧就我哋每年咧都差唔多有呢個嘅叫做撒瑪利亞呢個嘅 Christmas Child 呢個鞋盒捐贈嘅一個嘅運動嚇。咁咧你就攞一個嘅鞋盒。咁咧裝一啲嘅需要嘅用品嚇。我尋日咧，我同個孫傾偈嘅時候咧，我就同個孫話：我話今年咧就冇聖誕禮物俾你啦。咁佢話點解啊？我話因為咧，我訂咗嗰啲聖誕禮物咧喺貨船個嗰啲嘅貨櫃裏邊，而家浮喺嗰個 Bay Area 嗰啲水嗰度咁啊。咁佢以為我講真嘅，好失望啊！咁咧，其實咧，我哋即係好幸運，我哋住喺呢度嚇，我啲細路一定有好多嘅禮物嚇，但係有好多地方係冇嘅。咁所以咧，你可以咧一陣間出去嘅時候，如果你有咁嘅感動嘅話，咁樣攞一個嘅鞋盒，攞一啲嘅 instruction 嚇，呢啲等你知道翻擺啲乜嘢喺入邊。咁咧，我哋來自東灣嘅 Becky 姊妹咧，會喺嗰度咧解答大家啲問題嚇。你要擺啲乜嘢喺度咧？幾時你要拎翻嚟咧？咁樣好簡單嘅啫嚇。好，咁我哋有成人嘅主日學班，咁咧有三個係實體嘅，即係話咧係 in person 嘅，有另外嗰三個咧係上網嘅，咁咧所以咧你就睇一睇，你覺得邊一班係適合你嘅話，咁咧就去就若果你唔知道嗰、那個上網嗰、那個嗰、那個嗰度嘅時候咧，你問一問我哋，咁我哋會話俾你聽你點樣去上網嘅。咁咧就奉獻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咧實質嘅奉獻啦。咁咧就後邊咧有個箱，或者咧我哋去上我哋嘅website 嗰度咧，喺呢個嘅 Pulse Pay 嗰度咧嚟到做一個嘅奉獻嘅。我哋大家起身，我哋咧唱一首歌先，好嗎？十架主，你为我牺牲，圣言担起我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耶稣舍身为我的过犯受鞭伤，流出宝血救恩涌流，让我罪得赦免。你被世人离弃凌辱，至死不退缩，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赎。我自牺牲的爱，你为我的过犯，撇下荣耀尊贵，降下舍身拯救，十架牺牲的爱。罪已得洁净，你是奴仆君王，权柄尊贵属你。耶稣舍身十架，主你为我牺牲，圣言担起我的忧患，背负我的痛苦。耶稣
这身为我的过犯受鞭伤，流出宝血救恩涌流，让我罪得赦免。你为世人离弃凌辱，至死不退缩，喝下那苦杯，全然成就救赎。我自牺牲的爱，免为我的过犯，撇下荣耀尊贵，放下舍身拯救，十架牺牲的爱，重罪已得洁净。你是劳仆君王，权卑尊贵属你。我自牺牲的爱，你为我的过犯，撇下荣耀尊贵，放下舍身拯救，十架牺牲的爱，重罪已得洁净。你是劳仆君王，谦卑尊贵属你。我哋慈悲仁爱嘅天父都系献上我哋嘅感恩。主，我哋头先唱呢一首歌嘅时候睇到，亦都 remind 我哋神叫主耶稣为我哋喺十字架钉死，你送一份最美好嘅呢份救恩俾我哋。喺呢个十一月嘅时候，尤其是感恩节嚟紧嘅时候，我都睇到神，你唔单止俾我哋呢个救恩，你俾我哋丰盛嘅日常我哋所需用嘅系足够有余。主，我哋亦都喺今天嘅早上听到。有很多的或者小孩子他连最基本的需要都没有，不要说学校，不要说其他的东西，住屋连衣服或者日常的需用都没有。我们都是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丰盛的一切，我们也都求主你都是给我们学习到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向你谢恩，也都同时我们学习主耶稣你教导我们，我哋施比受更為有益，所以求主你都係當我哋係感動嘅時候，主都係求你都係我哋能夠係將神你托付俾我哋嘅，能夠係同其他嘅人分享。我哋多謝主你俾我哋今天早上呢個敬拜嘅時候，我哋咁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下星期見大家。